三浦 A6 T6800 跑步机维修，更换跑带、皮带、拳击大保养，加装保护回路加散热风扇，将师傅的日常拳击内外吸尘清洁润滑保养。更换烧焦的端子，加装保护回路及散热风扇，启动测试，负载测试，完工，将师傅的日常，谢谢收看。